搬来这儿，最开心的就是我了。我现在上班都有动力多了，我就想，我每天都是来找我们家顾家。顾家搬出这个理由啊，我知道，这家搬定了。哎呦，陈老师，你送这暖房礼物真的太及时了。之前华山还说家里没生气，这水流一上来真的不一样啊。你们来吧，陈老师，开始吧。你们先吃，这新买的刚好里边得放点药水，人等不了，鱼等不了。 我没说错吧？要我们家等到永远都是我。陈老师，要不吃完饭再弄吧。你不来，我们都不好意思动筷子了。开始吧，陈老师，就等你了。行，吃完再弄。哎呀，一看你鼓捣鱼缸这劲儿啊，就知道陈老师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嗯，耐心都给鱼了。什么呀？你刚刚没看见陈老师在紫嫣在那弄鱼缸，特别有样。什么样？爸爸样啊。嗯 陈老师，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。没错，今天不还有件喜事要庆祝一下吗？儿子，你要当哥哥了。真的吗？我真想有个亲弟弟。说不定是亲妹妹呢。宝宝知道谁要生宝宝了吗？嗯。你干妈要生宝宝啦？儿子，举起杯子，敬干爹干妈一杯，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新家。 欢迎来暖房啊！有人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，米歇尔。你是王曼妮吧？你们认识啊？ 嗨，老朋友了，你有什么需要让他给你服务？嗯，好。没问题的。我们新到店的衣服和包包挺适合您的，这边请，谢谢。这些都是我们新到的，您可以随便看看。啊，这一条是我们这一季的新品，啊，这个颜色卖的特别的好，它面料穿的会特别的舒服。那就试试吧。啊，好，这个颜色也好看的呀。 而且剪裁很特别，特别显身材。我喜欢。买。哦，我们这一季还出了个包包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呀。哎，我拿给你啊。好嘞，这个包颜色很特别的，特别是上面这个花纹很别致。我喜欢。买。舒服吗？挺好的。要不要再试试这双？好啊。这个皮特别的软，穿的舒服。来。哎呀，王小姐。 你的服务真好，应该的。怎么样，陈老师啊？你现在开始，这里面养几条金鱼是不一样啊？什么什么？有生气了？是，就吃不下东西，恶心，没影响啊。你想吃酸的吗？啊，哎，我当时也特别想吃酸的。哎，陈姐，哎，你把衣服放到，待会儿我来弄吧。好的。啊，你帮我把冰箱里那个西柚拿出来包一下。你先坐会儿，把衣服晾了。我给你一块。 你现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刚怀孕不能提重物，对胎压不好。哦，好吧。
老婆，我帮你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怀孕那时候看了几本书，写的还真挺好的。改天我陪你去书店把那几本书买了吧。好呀。还有，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吃甜食了，一天两块蛋糕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真的不好生，肚子太大了，还会得孕期糖尿病。哦，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。老婆，那你那时候也没少吃甜食啊，大晚上的让我给你买冰淇淋。我那时候有吗？怎么没有啊？那冰淇淋不是你让我买的吗？你记错人了吧？是我，是我吃的。你老拿这个当反面教材。你去坐着吧，我来吧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您慢慢试，我就在外面。好嘞。有什么需要您告诉我。嗯，好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啊，本来有机会做宋太太，在里边试衣服，非得把我微信拉黑。现在是站在外面给人家换衣服，还得穿鞋，你说何苦呢？我一开始还奇怪，就你这条件，拒绝我，这傲气是哪儿来的？今儿我一看明白了，感情是你卖的贵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们品牌的衣服其实很难驾驭的，对于身材和气质的要求都很高。嗯，但是您穿的这一身，我觉得太合适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像私人定制一样。宋先生不是有很多商务活动吗？您穿着这一身陪着他，一定增色不少。嗯，东湖，我好喜欢啊。买。多少钱？不贵啊，也就四五万，和您的年薪比起来不值得一提的。东湖，买，还嫌便宜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那我们还有同系列的皮鞋和皮带，都是走秀款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配齐了更符合你的气质。快带我去看看。宋先生，要是今天花的这些钱能帮你得着个老婆，也算是送佛送到西了。但是我不行，我太贵了，你买不起的。东湖，走吧。走吧。妮妮啊，妈妈就是想问问你，上次给你介绍的对象，一定谈得不错吧？嗯嗯嗯。我看不上。为什么呀？哎，这完全符合你要的经济条件。妈，我要想嫁的话，我分分钟钟都能嫁，但我又不是柜子里的商品，明码标价，任人挑拣。我跟你说啊，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非要守着那大城市待着，求那个大富大贵，那你就得受着大委屈。我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要回家，我也不想找普通人。我要是想过小日子的话，我三年前我就能结婚了，我八年前我就应该在老家待着。那你说我这八年在这拼什么呢？我看你就是被这份工作给耽误了。你每天一上班，迎来送往的都是有钱人。可是这些有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结果是什么样啊？啊，高不成低不就。我愿意等，我不想将就。我等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呀，我每天我还没工作。我在店里面已经什么客人都接了，就是为了能在结婚这件事上不用逼着自己凑合。
你怎么就洗你自己的衣服呢？因为之前你跟我说的呀。今天去暖房就是个说辞吧？一顿饭你和顾家打配合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还有那天从手术室出来，你说要去加班。对，我没加班，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要留下他。我不同意，这不是一拍脑门的就能决定的事儿。当父母是多大责任，你明不明白？不论是经济基础、心理建设还是动手能力，你哪点做好准备了？这件事儿没得后悔，养比生难多了。你连自己都弄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当妈呀？我今天第一次羡慕顾家，我发现人家衣服是活着洗的，人家家里有人声。我们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没准我们家也能热闹起来呢。要不要这事儿，咱俩可以再商量，但是只有一点，这件事就咱俩自己决定，行吗？陈老师真够倔的，你说有孩子了，该生就生呗，咱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一点不起作用啊。他就是不爱沟通，就那性格。你看，前两天照的。陈旭，你哥一直这么油盐不进吗？啊？哦，我嫂子她怀孕了。陈旭，你待会儿把我们送到地儿以后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今天我跟华山不知道几点结束呢。好。你看这小样，这张表情特别像你。老婆。嗯，这酒店这灯设计的还不错啊。老公，嗯，一会儿不管王太太说什么，你都不许生气，也不许掉脸子。说啥我都表示感谢，放心吧，老婆，我还能跟你搞砸了。妈，前两天跟着老板去外地出差，我连轴开了三天车，那是必须的，我咬碎了牙也得坚持。这是我哥、我嫂子托人情给我安排的工作，我哪能不珍惜呢？您要是真心疼我呢，您就给我打点烟钱吧。哎，妈，作为回报，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嫂子她怀孕了。王太太，让您久等了。这个是我先生许幻山，幻山，这是王太太。你好，王太太。长这么帅呀，这得看颜点哦。坐坐坐。王太太，顾家经常说你照顾我们家孩子，我们两个人特意过来，谢谢您。好了啦，说正事儿吧，我还约的别人打麻将呢。上回说你们家是放炮的是吧？啊，呸呸呸呸，这词儿不吉利，不吉利。我们家是放烟花的，我先生是做烟花设计。啊，那放一场拿得出手的值多少钱呀？王太太，我不明白您指的拿得出手是什么概念。嗯，就是一般的活动呢，大概30-50万到100万不等，大型的活动那就得看具体了。那咱们就这样。这是入园的登记表，啊，这行。家长能为幼儿园提供什么，就写一年一场烟花秀。嗯，这个要写这么直接吗？到处禁放，放不放那都是后话了。这是你们的姿态啊，也是你们的实力。说白了，什么面试啊？
抵不过这一行字的内容。谢谢啊，王太太。行，走了。我们还说要请您吃顿便饭呢。下回吧。走了，许先生。拜拜。下回给我们机会啊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莫奈要知道他的画挂在这主家墙上，那能气活过来。哎，儿子这一口可贵了。人家说了，写上去就是个意思。你早知道顶级幼儿园这路子，不去也罢呀。都一样，现在好一点的教育资源都是拼家长。这哪是拼家长呀？这拼家底儿吗？那你看那栋楼的孩子，大部分都上了那个幼儿园，从小学到高中全都是双语教育。咱们什么时候把徐子言送出国都不会有障碍。他干嘛非得拼这个嘛？老公，徐焕山，徐总，人家王太太好不容易帮咱们想出一个办法，不想就这么放弃。那咱们为了儿子的教育，就得踮起脚尖来够一够，总不能现在弯起膝盖退一退吧？你说呢？那我不是心疼你踮久了不累吗？那你还跑那么快？我不是有你这个肩膀靠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别给我灌迷魂汤了。回去，我就把这表格填了。谢谢徐总。啊，今天我请客，不喝吐，不许走。没问题、啊。我不行啊，还得接儿子睡觉呢。我行啊，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打好招呼了，反正喝挂了，好好来接。你们烦不烦啊？真是的，曼妮，别管他们，喝，喝挂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嗯。太帅了，可惜了。革命友谊啊，不许对我有想法。哎哎，昨儿那茶哥又来了，你们看见没有？一进来就去试衣间，进了试衣间就脱裤子，还让我们进去给他挽裤腿。是谁？还不是妮妮每一次帮我们，有没有？嗯，你有男朋友，有人建议，我又没有，我不出这招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要说的是，陈女士那个单子就应该落你头上，这是老天长眼。就是。对的，在我心里啊。没有几个女人是我佩服的，曼妮属一个啊。上次那个，他老婆买包，他嫌贵，愣是要退，还在我们店里跳了一个小时，骂了一个小时啊。没有谁能忍的啊，只有曼妮。给他道歉，给他鞠躬。我们这一行，不是人干的。又没有骂你了，你记着干嘛？不是人干的，我不也干了半辈子了，43了，还跪在地上给人试鞋呢。哎，我听说咱们集团年龄最大的销售也就干到45岁呢，所以呢，我今后又能干嘛呢？每次我一想到这，我就特别的焦虑。反正我想好了，干到结婚，爱咋地咋地。嗯，曼妮，你不应该焦虑了，签了那么大一个单子。我不焦虑，我能不焦虑吗？每次我妈打电话催我回家。房租涨价，护肤水见底，我就盼着赶紧回来上班。什么难缠的客人，无理的要求，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难事，是幸事儿。我站破脚，说破嘴，卖出去的每一条丝巾，每一双鞋，都是实打实的回血剂。其他什么安慰我都不需要。哎，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个男人吧？哎，没错没错。这个倒是需要的，我就希望可以有钱、有趣、长得帅的，就像那个 Brad Pitt。哎，你们谁在街上看到了，赶紧给我抓回来，明天就押他去结婚。我祝你明天上街就逮到一个。嗯，这个好，好吧，这个咱们得干一杯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人起事的时候什么都开挂，祝福我们所有人。能够借着这个大单子的好彩头，就地起飞，起飞，起飞！来，来，
包，来，你也把书包背上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儿子，快跟老师打招呼。Hello。哇，情绪这么好啊！一天上幼儿园这么开心啊！您是不知道，他在家已经兴奋好几天了。哎，木子妈妈，早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徐子言，这是子言的妈妈。啊、哦，你好，这位是木子妈妈，她是我们班家委会的会长。这开学大半个月了，才入园啊？对，也是刚刚才办好入园手续。行了，两个小可爱，跟老师上课去吧。啊，木子。好好照顾子言啊！好的，妈妈。嗯，你就这么空着手来的？啊，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已经提前送进去了。虽然咱们这个班刚成立不久，但是有个传统，就是新来的小朋友们要给大家带 cupcake， 而且必须是妈妈们亲手烤制的，上面呢要有小朋友们的名牌。这样孩子们在发蛋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认识了。啊，这个传统真的挺好的。不过我今天第一天来，也不知道，也还没准备。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家就住隔壁的君悦府，我现在回去准备，午饭前应该来得及。你们家住君悦府啊？嗯，那小朋友们的名单你没有吧？还没有。这样，我加你个微信啊。好呀。回头啊，发给你。谢谢啊。咱都一个班的，客气什么？哎，木子妈妈，园长找你呢。哎，马上过来啊。谢谢。儿子进去了。啊，进去了。我饼干送进去啊。哎，饼干不用送了，他们要做蛋糕。这不是今早上你刚做的吗？是，你别管了，这些我来安排。这饼干呢？你拿回去给公司同事吃吧。行。妈妈，看来你手艺不错呀。啊，之前特意学过一阵子。我帮你拉到咱们班的家长群吧。啊，一共有两个，一个有老师，一个只有家长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你可备注一下啊，发消息前一定要看清楚，别发错了。啊，因为有些事儿，有些话，也不能让老师们都知道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我都听您的。今天还要谢谢您啊，要不是您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幼儿园还有这个传统。就跟我甭客气了，以后啊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好，那过两天的美食会，你能帮上忙吗？我听你的安排。王太太给写的推荐信啊，我知道了。王太太的朋友啊，都不是凡人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蛋糕做的多好啊，这上面都有我们幼儿园的 logo。
宝宝。癫痫症啊，这么严重的病。这木子妈妈可真行，这么快就新建了一个群，群里没有老师，没有楠楠家长，她在征求大家意见，想让楠楠退学。为什么呀？癫痫又不传染。她是说幼儿园有责任，不应该隐瞒病情，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吓坏其他孩子，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。是啊，哎，儿子怎么样？没吓着吧？怎么可能没吓着？今天被吓坏了。你别说儿子了，今天我都被吓坏了。可能是没什么心理预期，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个病，是挺可怕的。那你怎么想啊？我当然不同意投这个赞成票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逼人孩子退学？楠楠她爸爸在群里解释了，说孩子有这个病是因为当时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，导致缺氧性脑损伤，俩人活下来也真是命大。他爸说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，也有好转了，这些年也没发过病，所以才让幼儿园老师保密，就是想给孩子一个正常的教育环境。我看看，你看，你们这群里面就没有人声援一下啊？原来那个群里只有老师道歉，都没人说话。你看这另外一个群里，发声的家长都赞成楠楠家退学。太不讲道理了，这。哎，我去看看儿子啊。是谁不睡觉啊？我，妈妈，我害怕。嗯，怕不怕？妈妈在这陪你呢。嗯，你知道楠楠今天为什么那样吗？因为楠楠生病了。就我发烧咳嗽那样吗？嗯，不太一样。楠楠呢，她这个病比较特殊，因为楠楠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，她的脑袋里呢有一根小电棒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触电了，然后就晕倒了，像今天那样子。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啊，那危险吗？嗯，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，因为楠楠不会伤害到你，但是对于楠楠来说就特别危险。那楠楠下次要是再晕倒，宝宝愿意帮助他吗？愿意，因为他是奥特曼呀。我是徐子妍的妈妈，我想代表我们全家表态，我们愿意楠楠留下来，我的孩子也愿意和他同班上课。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，没有传染性，没有攻击性，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，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。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，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。如果最终楠楠被强退，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。谢谢大家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嘿，不欢迎我。嫂子，哎，在家歇着呢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早想过来看你了，徐总那边忙得没空。看我？嗯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这上班挺忙的。再忙也得看你啊。嫂子，怎么样啊？我这小侄子。好是吧？
臭小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你们给我安排的好工作吗？方便亲上加亲，你俩嘴严不愿说的事儿，陪我开着车就全有了。你听顾佳他们说的？嗯。对了，妈也知道了。这是他老人家特意在山西老家精心挑选的醋，寄过来让我交给嫂子，说你这刚怀孕肯定特想吃酸的。喂，妈。哎，对，我刚到大哥这儿。啊哈，哎，嫂子。好好好好。妈想跟你聊两句。等一下啊，妈，嫂子来了。妈。小琴，你怎么样了？反应大不大？没什么反应。那个，您寄的醋我收到了。醋？什么醋啊？醋，就是您从老家寄过来的醋，让我交给嫂子，我都带到了，放心吧。多麻烦呀，还特意寄过来，我一定好好喝。好好好，你看啊，你恶心的时候啊，反胃的时候，喝上两口顶用。哎，知道了。你看，妈，哎，嫂子也挺累的。你少说两句啊，挂了，拜拜。好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醋。哎，不是，我还有事没跟嫂子交代完呢。不是，带个毛线，给我出来！别动手啊，哥。哎，轻点，哥。哎，这大白天的，你好好说不行吗？你非得动手。小点声，还不嫌丢人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又从咱妈那儿灭了多少钱？说什么呢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，振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两瓶醋是你今天早上现买的吧？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是，咱妈给我打了点钱，说给你们生孩子用。得多少钱？10000块钱。把话说清楚。10000？那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们连说都不愿意跟他说，八成是没打算生。你知道我们不打算生，还把这事儿捅这么大？为了自己觅点钱，你把我们搁哪儿了？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把你搁哪儿了？你这不喜当爹吗？干嘛跟一个单身狗抢粮啊？而我教育你，老大不小了，合法夫妻，怀孕了，为什么不生啊？哥，你是不是没玩够啊？你再说一句，我抽你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为什么不想要这孩子？我这么多年给你当爹，我当够了。哎，这大笑你就这样，什么事都赖我头上。再说，那孩子跟你姓，又不跟我姓，这不一回事吗？哎，那咱妈向着我，那是我讨人喜欢。今天请两位作为家长代表过来谈一谈，一位是木子妈妈，家长委员会的会长，一位是支持楠楠留下的子妍妈妈，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致。之前也没见你在群里发言，倒是突然来了个炸雷。我就是觉得这次是原则问题，应该表个态。确实，子妍妈妈说过那段话之后，加上我们做了不少工作，现在大部分家长都同意楠楠留下来了。我们呢，作为园方有难处，但我们最讲究公平公正，尤其是涉及到孩子教育问题，我们不愿意开这个不好的先例。这有悖于我们办学的原则，木子妈妈，你能认同吗？认同。看来我之前小看你了。你别误会啊，木子妈妈，我以后有什么要表态的，提前跟我打个招呼，这样不声不响的发到所有人的群里，会让别人很为难。你是全职妈妈吧？啊，是啊。所以女人啊，长期把自己困在家里，不接触社会，最先退化的就是人情世故。其实，你看看群里的名字就应该明白了，木子妈妈、子妍妈妈。我们之间的交流，连真实的名字都不需要，都是谁谁的妈妈、爸爸。这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最大的区别。你是谁，你什么性格脾气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树立形象。
这是学校社交特别重要的一点。您能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？在你自己出风头之前，要先想一想，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生存下去。水爷妈妈，园长有事找您。好，我马上就上来。我希望你可以适可而止，下不为例。妮妮，你的那个 super 大单总部批复下来了啊，破格晋升你为销售主管，恭喜你啊妮妮。吓死我了。哎呦，妮妮厉害。哎，还有一个额外奖励，欧洲游轮游。但是我拜托你，你找一个不忙的时候好不好，随时请假出发。谢谢副店。我也想去。嗯，上班。哎呦，眼红死了。好久好吧，你眼红什么啦？到时候我给你带礼物。哦，你讲好的哦。嗯，男客人来了，您招待吧。心里不平衡，你抢了他主管的位置。嗯，去吧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米歇尔。您有熟悉的销售吗？那我可以为你服务吗？我们的男装在二楼，这边请。我们正好来了最新的秋冬款，衣服啊、包包、鞋子都是最新的，您到时候都可以试试的。不知道您对哪方面感兴趣啊？看看衣服吧。哦，衣服啊，那我们有很多的呀，啊，这边都是的。挺好的，这个颜色特别的好，特别的适合你。手挺凉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帮您选的这条裤子是直筒略收口，穿起来特别显腿型，而且也不死板。嗯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嗯，还不错。我觉得您应该属于低调内敛型的，所以我给你选的都是暗线 logo。 就是我觉得这个胳膊抬的时候还有点不太舒服，好像是。嗯，是这里觉得不舒服吗？有点。尺码是可以再大一码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尺码最合适，有修身效果。是吗？行，那我就穿着这件走了，其余几件还有我自己的衣服一起包好都要了。好啊，留个微信吧，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你。没问题。这是您的衣服，您拿好。啊，还有这张呢是销售小票，您可以拿着它去对积分。送你了。啊？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你不说这张小票能对积分吗？就送给你了。今天几点下班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是不能收的。就当是礼物了。无论这张小票能兑多少积分，我都不能收。哦，还有，刚才帮您整理衣服的时候呀，发现您的婚戒在兜里，可能是您试衣服的时候摘下来忘记带回去了，您千万别弄丢了啊。来，这个给你。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，也不习惯收回来。谢谢光临。
你可以啊，闹了这么一大出，原来是想进家委会啊，你早跟我说呀。我真不是冲这个。为不为的，园长不都已经把你拉进家委会了？我做这件事的初衷，是不想另一个孩子被简单粗暴的对待，也不想我儿子一进幼儿园就学会了什么叫歧视。怎么着，非要把我这个位置顶替下去你才算完吗？我根本不想抢您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我儿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幼儿园里接受好的教育。这话说得对，想当上会长的前提是要你的儿子能在这待下去。下的泪和声音。